的 YouTube 这样搞真的是好的吗？其实我个人不是那么认同。好，不过毕竟公司不是我们的嘛，好，那我们就尊重他们。好，那如果我们觉得 YouTube 这样概念很烂，那我们就早就拼命买 Google 的股票，好悲哦，那我们的投票权买到51%，我们就可以把他们 CEO 什么都换掉。